那天去了以后吧，我一看他怎么一堆人呢，我就赶紧跑下了，跑下了，但是我一看地还一个人，我一看这就心脏不行，我就掐了那管中，掐人中，他说最佳十分钟，你当时啥也没想，我跪那我就给他整，跪那就得做哈。完后来那小邢过来，他看我勒一身汗，他说姐来我帮弄两下。我原来是造厂医院的，反正就当时是在那个情况下，别说咱还会这个，如果不会也能上前帮忙呗。就是做那心脏复苏哈，也好长时间，我们俩换着做呀。哎呀，最后我腿都软了。哎呀，那种可能也是过于紧张，急的哈，我就倒这救心丸哈，倒了两个气儿，才倒了十多个粒儿。完了，赶忙就给他塞嘴里头了，只能把他救活了就救了。哎呦，我的心里头，哎呀妈，别提多高兴了。不是俩老太太这一看就是从事过医务工作的，说那个心脏复苏呢，搁地上。120车来了之后是吧？我们几个把他那个什么帮着把他抬到这120车上。完，我告诉那120车，我说你就在后边，我们几个在前面给你开道。然后整个的吧，不到四分钟就开到中心医院，8点多钟打电话的时候说已经脱离生命危险。